据香港媒体报道，37岁的阿娇周欣彤与32岁台湾一届男神赖宏国今年5月完婚，婚后不时在社交网放闪，网友都关心两人何时造人成功。9月18日，阿娇在社交网分享了多张与赖宏国的甜蜜合照，配文英国之旅多谢有你，还打出爸妈学前班的 tag， 大批网友满心欢喜，恭喜女神要做妈妈了。然而随后阿娇就留言澄清，多谢大家关心我，不过这只是个真人秀了，下次下次。网友们虽然有些小失望，但纷纷表示希望下次是现实版爸妈学前班，期待听到阿娇的好消息。9月17日，阿娇在社交媒体晒照，是两张老公视觉照片，大家的焦点除了是阿娇美之外，都被她的穿衣和手部动作吸引了。两张照片中不但衣着宽松，还刻意用手遮挡腹部，难道已经有喜了？前两天阿娇老公赖宏国在社交网站晒出和阿娇的甜蜜合照，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阿娇衣服如此宽松，腹部即使紧贴老公还是能够看到隆起，难不成已经有喜？